C9350 自动骨盘车床，是我厂奉献给用户的一款高质量、高性能的自动骨自动盘加工修理设备。主轴采用无极进水，可从0.05至0.5毫米每转任意调节。横向进给共有快、慢两档走刀速度，旋转式刀架可方便您的使用。金轴采用锥度连接，定位精度高。完善的装卡附件可适应绝大部分车型，是您理想的汽车修理设备。和手动进给两种功能，摇动手柄和手动进给。自动进给采用无极调节，这就是无极进给调节手柄。这是主轴纵向锁紧杆，车盘时应将主轴锁紧。是横轴，后部为横向进给箱，这是横向进给手柄，向里扳为快，向外推为慢。横轴向外没有限位，如果摇掉后可用手轻推，边推边摇即可合上传动。注意，主轴后部无极调节前用应在开车情况下进行。自动控制装置可根据鼓的车楔深度进行调节，车楔终了可自动停止走刀。刀架底部锁紧钮起锁紧横轴作用，车鼓时在走刀之前应将其锁紧。主轴有三种变速，可通过后部皮带调节装置进行，顺时针扳动手柄，皮带松开，将皮带调到所需变速槽中。扳动手柄，当紧皮带即可。用软布擦进主轴锥孔及拼轴锥孔。